然后两坏一出局，脸上跑者，哇，结果这球回棒落空，最后是遭到投手的三振。他这个球投得相当精彩，是一个滑球啊，压得又低。那在回棒落空，好，待会再来聊。结果打者的是遭到了三振的，留下了一二垒的残垒，结束了在八局下半中坜兄弟的进攻。陈宇勋最后是用三振的来化解这个失分的危机。